7月19日，吴奇隆现身上海虹桥机场准备复工。他穿着黑 T 和牛仔裤，戴着棒球帽，口罩遮住脸，打扮非常低调，大方对着镜头挥手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不过升级当爸的他好像有些幸福肥，身形明显有些圆润，口罩下面的脸也明显圆了一些，看来月子餐很不错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